今。Yuri、琳达、石原三位乐天女孩受邀到日本东北乐天金鹫主场演出，未料 Yuri 在开场表演摔个四脚朝天，影片被放上 IG 引发热议。只见 Yuri 和队友石原拿着彩球和乐天金鹫啦啦队在场上热舞，其中一个舞步要抬高踢腿， Yuri 四腿踢得太高，左脚没踩稳，整个人腾空，最后是屁股着地惨摔。出球的画面不仅全都录，队友琳达还用慢动作重现 Yuri 惨摔的瞬间，一起在场上的石原笑得超开心，也被直击。哎呦我的妈！琳达更在 IG 写下，以瑞跳啦啦队六年来人生巅峰， Yuri 也轻回，我人生第一次在球场四脚朝天。这则贴文吸引超多啦啦队女神来留言，林香写下，我看一次笑一次，队长兰兰一连写了13个哈，不止乐天女孩，连中性兄弟 PS 女孩群群也来留言表示，今天再来回味一下，整排留言串都是蓝勾勾的啦啦队女神蔚为奇景。同行的乐天女孩经纪人透露，比赛当天早上有下雨，加上球场是人工草皮比较滑，所幸 Yuri 摔倒后人没事，只觉得很糗。